turn on this, the power switch. Turn on the power switch. First, you need to turn on this water chiller. Then, press this button, the power switch, then the control panel. Okay. Red light. Red light. Turn on the red light. This is the light. CCD camera. 那个 CCD 的是在这里还是在哪里啊？是这个吗？这个吗？就是摄像头嘛，是不？就是这一整套啦，我们都叫它这个神器，这个摄像头就一套了嘛。就是这样，然后要开的话，我们哦，这个是我们是改成英文程式。Change the language to English. Start. 然后大概90秒左右吧。And please wait for 90 seconds. Okay, the machine is okay. 就是绑带，绑带激光，信号是吧？嗯，就是说绑带激光信号就可以了。OK了。OK。就可以出光了。嗯。但是这个焦距不对。像这种情况，然后我们这个一条。And you have to adjust the focal. 你来这边。 There is the focal adjustment. Okay, can you turn that light off? 哦，对，这样更好看一点。 这个要调吗？这个调大小，肯定变没问。嗯，这个我可以用文字跟他说比较好一点。哎呀，他看了也是。嗯。好，就是说最响，那个火花最大的话，就是它最强的那一点嘛。嗯。如果你焦距如果离的话，它就没那么响了，然后火花没那么大了。嗯。 如果头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嗯。这个差不多了。嗯。上交了，比较少。哦，OK。然后我们手吸汗也是这样的，手吸汗就按一下这里。我们的手吸汗可以按一下。 这个转换，到时候你然后忘记，跟他说。嗯。
然后就看红光，如果哪里有红光显示出来，就是用哪一端啊。嗯。那现在是这只箱体出红光是吧？嗯。这些闪烁光就说明就是它出光了，就是用到它。然后这个就可以。这个它还需要调焦吗？这个不行，所以调焦就是一高一低而已，就不用调那里了嘛。哦，那你这样高的话就没有了，是吧？嗯。高，如果你太近的话，它也没那么调嘛。对，这个就靠它自己感觉了。就是这个红光，红光对着这个接触点来焊的啊。又是，不行。嗯，可以了啊。如果我们要按一下，如果是用这个来焊的话，就按一下它，按一下，然后就是这里就没有红光了。这里就没有红光了，就说这里没有光出来了，就是看这里，这里有红光了啊。嗯。然后就是这里有红光了。嗯。这个叫它把这个红光定到这里来，你先暂停一下。